同场仲有打扮得官仔骨骨嘅吴尊，最近佢嘅好兄弟汪东城嘅一张男扮女装照，竟然又再惹嚟整容嘅传闻。出道至今合作无间嘅吴尊，梗系话唔信啦。 他在网上就以一张照片，他化妆了，然后很多人都说他很像周慧敏。所以他男扮女装？对。哦，那有可能哦。对啊，我不知道哎。对啊，可是周慧敏是一路以来我都很喜欢的，就是艺人嘛，所以大众你不要千万模仿人家。是，也有一些报道说就是他整容了。你觉得这个报道是真的吗？我其实我这种东西。 对我来讲，我可能觉得90%不是真的，可是这种东西我不知道。可是我相信应该是没有，他只是比较会打扮自己。对，因为我一路以来跟他合作5、6年，我都觉得说他是一个，因为他之前是也自己会剪头发，对，然后他自己也会化妆什么的，所以他比较会打扮自己，让自己比较好看，因为他觉得说这是一个艺人应该要就是一种专业啦，对。